如果你喜欢紧张刺激的间谍片，那这部电影绝对不容错过。007之最高机密标志着詹姆斯邦德回归到一个更加真实更接地气的形象。在007之太空城这部科幻巨制之后，这种转变对影迷来说犹如一股清流。这部由约翰·格兰执导的处女作，着重于复杂的剧情、激烈的动作场面和深刻的人物刻画，复仇是贯穿始终的主题。邦德对布鲁·菲尔德的追捕以及梅丽娜·哈夫洛克的复仇之路，为影片注入了个人恩怨和情感深度。这不仅仅是一部007电影，更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惊悚片，在全球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007之最高机密在票房上获得了巨大成功，证明了回归本源也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。影迷和评论家都认为它是罗杰·摩尔时代最优秀的007电影之一。所以如果你正在寻找一部融合了精彩动作和情感纠葛的007电影，那么007之最高机密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。千万不要错过邦德最惊险刺激的冒险之旅。